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慕前。本期要给大家讲的呢，是小伙伴最近推荐给我的一期关于防土途中防的案件。那由于这个案子的影响很大，而且呢可能会涉及一些敏感的人物，所以虽然我检索了很久，但是大多数文章都只是大概描述了整个案件，没有提到很多具体的过程。所以在视频开始之前，先和大家托付一句。 我会把我能找到的信息尽量全面的串联汇总给大家，但是很多细节可能不像往期那样具体，毕竟我也不能胡编乱造去随便填充嘛。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位女星罪犯王子奇。王子奇，1979年出生在重庆，家里一共有五个孩子。王子奇行三，除了老大是男孩，剩下的四人均为女孩。他的大哥因犯故意伤人罪被毙了。 所以后文我们就把剩下的四人分别称为二姐王子奇、四妹和五妹了。王子奇从小就长得很漂亮，甚至在其家乡都很有名。自她上学之后，她也几乎一下就成为了全校的焦点。不管什么时候，她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男孩子，大献殷勤。渐渐的，王子奇开始在这种虚假的荣耀下沉迷，她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于是她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穿衣打扮与男生玩闹上。 根本无心学习，就这样，王子奇的成绩开始越来越差，到最后甚至因为跟不上班级，早早的就辍学了，开始在社会上闲散。同时，也因为王子奇的学生时代是这样度过的，所以他也比同龄人更加的外向，更加的开放。学生环境的美女能得到的主要是同学的目光与爱慕，而在社会上，面容漂亮、性格开放的美女能得到的就实惠的多了。 初入社会不久的王子奇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恰恰是他唯一擅长也乐于做的事情。于是他很快就完成了学生到社会的过渡，和一大群社会人士结成了朋友，混得风生水起。一九九四年，王子奇年满二十岁，他认为自己已经积攒了足够多的人脉，社会的环境自己也悉数了解，是时候正式的干点事情了。于是他和几个社会闲散人员的朋友商量了一下。 叫上了自己的四妹，决定开一家美容店。没多久，美容店开张了。但这时，王子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原本面向女性顾客的美容店，却吸引了大量的男性顾客。这些男性进店之后，一看见漂亮的老板娘，总会向她询问是否有隐藏菜单以及相关的价格。而当王子奇回答说没有，这里只提供美容之后，这些人骂骂咧咧的离去。几次之后，王子奇的脑袋突然就开窍了。 他认为，既然顾客主要的需求就是这个，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增加这样的隐藏菜单呢？既然这个比我们做美容更赚钱，那我们就真的做这个好了。于是，王子奇开始到街上搜罗那种衣着简单、靠挥洒汗水自主创业的姑娘。他提出可以给他们提供场所，同时也可以让他们免受地痞的骚扰。很快，王子奇就招募了一批姑娘，并开始在美容店开启了新的隐藏业务板块。 为了让姑娘和顾客都能踏踏实实地完成交易，他还雇了大量的职业闲散人员看场子。王子奇因其长相出众，本来就在当地的混混界很有名气，现在他又有了这么一个风花雪月的雅店，通过口口相传，他的生意没过多久就开始越发红火起来。之后，随着顾客越来越多，美容店的规模开始不大够用了，而且同时他也想到了另一种隐患：早先自己偷摸开店属于闷声发大财。 当然，现在生意越做越大，万一哪天被警察发现了，没准自己就要步了老大的后尘。于是他决定得打通关系，得上头有人。王子奇靠开店早就赚得盆满钵满，论姿色，当时又无人能比得上他，所以财色双绝的他便开始了动作。具体相关的人可能涉及敏感，我在本期文案中就不勉强写明了。不过聪明的小伙伴应该已经看懂了。 总之，此后的王子奇黑白两道俱全，甚至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三，所以有了“三姐”的名号。他的胆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为了满足当地男顾客的需求，王子奇决定在重庆遍地开花，一口气开了八个分店，招募来的自主创业女将近两千名，并让自己的二姐五妹也成为了管理人员。一九九九年，王子奇将自己运作的总店美容院更名为“温开水”。 两千年后，又更名为了亮点茶楼。随着王子奇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在当地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他也开始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疯狂。此时的他突然发现，因为自己的生意太好，所以其实他根本不需要继续聘用那些自主创业女，因为他们被挤得完全没有生意，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来投靠。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聘用和接纳却是完全不同的合作方式。 于是，自此，王子齐一改管理策略，开始对店里的服务女痛下狠手，不再拿她们当人。除了当初自己主动来的那近两千名自主创业女，王子齐还派人通过诱拐、强迫的形式，掳来了三百多名良家妇女，强制提供服务。王子齐严格控制这两千三百多名女性，对他们提供统一的食宿，禁止他们以任何形式与家人联系，或是对外透露店内的情况。 为了能让他们把顾客伺候得更好，得到更多的小费，王子奇强制给百分之九十的姑娘做了整容，而费用则从该姑娘自己的工资中扣除。除此之外，王子奇还组织了专人定期对他们进行服务技巧的培训，并每天制定指标要求。如果有些姑娘到了生理期，王子奇就会强行灌药，让她们的生理期推迟；如果有姑娘意外肚子大了，王子奇也会强行给他们吃药处理掉。 总之，结果就是所有的姑娘一天都不许停，持续地提供服务。如有反抗的或者业绩不达标的，这些姑娘就会被一顿暴打，然后关进地窖，断水断粮好几天。在这样的管理运营下，据说亮点茶楼每年的净利润高达数千万。2003年7月，一名被诱拐的妇女不愿妥协，被百般折磨。她在绝望之际，从八楼一跃而下，摔成了高位截瘫。 但即便如此，王自奇团伙为防事情暴露，也没有放过他，将其抓回扔到了地窖里，直到六年后团伙覆灭，才被警方救出。二零零五年二月，一对小情侣刚刚结婚，妻子去重庆劳务市场找工作，结果一去不返，丈夫找遍了重庆都没有得到妻子的一点点信息，报了警也一直没有后文。二零零九年七月，他通过法院与失踪了四年半的妻子离了婚。 然而，就在一个月后，八月，妻子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但是其面如死灰，反应迟钝，而且满身伤痕。后来，其丈夫才得知，妻子当年去劳务市场后，被王子奇团伙诱骗至亮点茶楼，沦为了服务女。妻子多次试图逃走，却都被抓回折磨。二零零九年二月初，妻子再次尝试逃走，结果被折磨到精神失常。 二零零九年八月，团伙岌岌可危。王子奇等人见其神志不清，才偷偷将其放走。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我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除了案发后幸存下来的，还有至少七名女孩下落不明。而王子奇的亮点茶楼也因其灭绝人性的管理方式，被人称为“小姐的集中营”。 二零零九年八月初，王子齐的靠山轰然倒塌。王子齐的四妹敏感地嗅出了危险的味道，于是果断地逃到了境外。王子齐虽然没有逃到境外，但是也觉得当下可能风头正劲，于是和团伙骨干逃到了外省。八月七日晚上十一点左右，重庆警方对亮点茶楼进行了突击抓捕，抓获或者说解救了服务女无数。虽然没有抓到团伙骨干，但确实的将犯罪窝点一举捣毁。 之后，经过两个月的追捕，除四妹一人之外，含王子奇在内的近百名团伙骨干悉数落网。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我国警方在国际刑警组织和菲律宾警方的协助下，在菲律宾将四妹抓获，至此全部团伙成员落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三姐王子奇被执行死刑。 其余骨干也根据其罪行，分别被判处了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至此，此案完结。讲完今天这个案子，鉴于内容可能会涉及敏感，所以我想说的又要角度刁钻了。在我查资料写稿子的时候，我认为王子奇幼年时期的经历还是很值得我和大家去聊一聊我的看法的。 我个人认为，天赋其实是上苍赐予我们的一份，呃，人生的附加值。它可以是智慧，可以是美貌，也可以是某一个领域的才华。但是，究其本身，它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份附加。而我们在社会中要处于什么样的圈层，未来有什么样的成就，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和积累的。暗中的王子奇是有了美貌的天赋。 所以，他总能轻易地得到别人的爱慕，即便是成为了社会闲散人员，也依然混得风生水起。但是如果他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因为美貌而止步于此，而是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好好学习，考上大学，那么他所处的圈层可能就不再是社会闲散人员了。当他再去面临工作、创业的时候，他的美貌依然可以让他获得很多朋友，依然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但那时他可能就不是黑老大三姐，而是社会精英王总了。纵观历史也好，国内外的人物奇闻也好，其实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人，最后让人惋惜，都是所谓的含着金钥匙出生，但是最后却暗淡了颜色。所以我是真的很想跟我频道的学生小伙伴说，专时专用。当你走过学生时代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在你的一生中，可以有整块的时间，踏踏实实的去学习，去积累。 不用考虑各种乱七八糟的压力的阶段，真的只有这几年。当然还有脑力，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过了二十八岁的自己，现在什么也记不住。就这句台词，我已经录了十多遍了，而且干点啥转脸就忘，学东西越来越慢了。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没有天赋的人，那么这几年的学习积累将会是你后半生的知识储备，是你步入社会后最强大的弹药库，供你去和那些有天赋的或者家里有资源的人去竞争。 那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那么这些年的积累会让你保持你的优势，让你不会被你眼中的普通人追上并且碾压。他用一句老话来说：“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这退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还有你在整个社会中的圈层地位。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欢迎点赞、关注和转发，多看评论，私信与我互动。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愿暴力尽灭，还欲安宁。